我人在车上，我人在车，我违规违法，你给我碰一下，我人被你们弄给我屁股痛啦、啊！我在车上休息呢，违规就拖掉800，加单子900，小钱。你态度是这样。你没有权利不报哦。我来跟我讲几次法是啊。我人在车上，我人在车，我违规违法，你给我碰一下，我人被你们弄给我屁股痛啦、啊。哦。这么大声哦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我就提告你。你要提告我。啊、哦。提告你什么？也发现啦、啊。对啊，那五郎，你他秘书，我在车上休息呢。违规就拖掉800，加单子900，小钱。你态度是这样，你们新北市跟业者是这样。你这不是公托呢？我刚刚问你说。对啊，你贴我的封条，现在劝导都可以开，对不对？你要自担就自担，没有关系。人在车上，你跟这个拖吊车司机不查证，玻璃那么黑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黑啊，你要查证啊。哦。要是我车上小孩，你怎么办？你给个说法嘛。我刚看到你在车上，我刚想说。五郎，你要那帮东姐是安怎啦？碰一下，我人被你们弄个屁股痛啦、啊！因为他放下来的时候，本来就会有一个牵引力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动力加速度。你在外面跑车，我也带过交大，我知道。